战役蜂巢破坏者新游戏开始。所以呢，说到我的十岁生日，到了打开礼物的那一刻，老爸老妈都在，叔叔阿姨还有一大群远房亲戚，连十二岁就成了酒鬼的废物马蒂都没缺席。乔纳叔叔递给我一个闪亮亮的小盒子，他一直不断对我说，打开吧孩子，打开，你会喜欢这个惊喜的。事实上我早知道里面装了霍尔少校的模型，我可是个爱打听的小混球呢。然后我慢慢地打开了礼物，张大眼盯着叔叔，表现得非常惊讶。唐纳叔叔真的太了解我了，对吧？突然之间，唐纳叔叔抓起了霍尔少校的模型，然后把他一脚踢出了那扇该死的门。不是吧？整个房间顿时陷入一片寂静。唐纳叔叔耸了耸肩，总得在孩子生日时给他个惊喜嘛。你这个故事有重点吗？我讨厌惊奇，那总是让我感到害怕又焦虑。会变得更颠簸了，队员们，该系上安全带了。搞什么？管他的，穿上你们的降落伞，我不想停在岛上。但是看着风暴，下方会打乱计划。充满希望的开始，是吧？上次干这种事是集训的时候了。该死，这也算开始任务的一种方式。这里是兰尼，有人收到吗？信标讯号，可能是其他人，必须尽快找到讯号源。哎，那什么味道？是，那是你当时父亲命令的吗？啊，我大概被困住了，但是这样总比被关在牢里来的好。有人在吗？我怎么感觉会有怪物呢？哎，我操！这是……你还活着，还好吗？长官，克里索少尉前来报道。兰尼还好吗？哼，受了点伤，但死不了的。有外来者的踪迹吗？没有。小子，
你在那里吗？终于团聚了。你还活着，没你的功劳，卡克老头，天杀的你疯了，竟然把我踢下飞机。哦，外来者，看来你还活着，我应该可以得到一句谢谢吧。你只是假设我想活下去。队友们重聚了，现在呢，你们都是跟着讯号过来的对吧？让我们想办法上去，想办法上去。这里可以上去吗？好，我们去那里看看吧，快点。啊，信号啊，该死，看起来不太妙。安息吧，士兵，你救了我们的命。那么接下来呢？无论如何一定要让上头的人知道我们还活着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失事地点，希望无线电还能用。我看到雾鹰号坠落，留下了一股浓烟，那就跟着烟雾走，到这个大坑就没路了。我们必须找条路绕过去。有好主意吗？再等一下，那棵枯树被藤蔓缠住了，小心。哦，干得好，士兵。来吧，我们走。去哪里？到这儿。看来得走下去。这个高度对你来说有问题吗？经历了这一切破事能怪我吗？那在我们离开前有人知道我们的目的地吗？他们什么屁都没说，我只知道我们脚下有一片海洋，存在很久了。那是什么玩意儿？又一个尽快找到无线电的理由。好吧，那架飞机已经完蛋了，无线电大概不能用了。我们必须确认这选项行不通，才能改变计划。来吧。快看，在下面。这些废墟，我以前见过类似的地方。我祖母年轻时就离开了加兰提群岛，但是她的照片他们来自这个地方。这样回老家实在太糟糕了。克里索家族合照。兰尼的家族。哦，有枪，太棒了。飞机上掉下来的吗？这才像话吧。我老爸总说我运气不错，他会说和穿长裤的兽族一样幸运。难怪你被选来参与任务。补充物资，该用时永远不嫌多。还是拿硬座吧，希望我压得住。穿着长裤的兽族，穿着长裤的兽族，你当我了？帮我个忙。这地方变得越来越讨人厌了。小子，你刚不是提到运气什么的？哎，我们安全了，对吧？看，又有补给品了。我早说了，好运。只发射弹药吗？搞什么？有蜂拥族群！好吧，算我说错话。
见鬼的风涌族是怎么到岛上的？这时代的局面呢、啊、整个世界都被他们感染了。继续推进，我们得离开这个沼泽。他放出吸血兽了，水里有吸血兽。哇、哦，有点认知了，我们一定是他们派来的第一支部队。两名士兵和一个司机，这才不算是一个部队。你是个司机，备受赞誉的送货司机。他冲过来了，快闪开！有心吸血兽！哎呀！甚至比兽族更难对付。老头子，送我一份，感觉挺有希望的。看看这玩意儿，现在我们有本钱好好打一场了。你真的知道这把武器要怎么用？当然了，老头，好棒，交过风涌族群。你在跟我开玩笑吧？是。你真的能靠这么近吗？开个大。失去能量了，我们安全了。接下来呢，长官？照计划行动，找到残骸，还有无线电，一定有路可以通过这里。至少有弹药可以我用。哦，这里有三罐。你之前见过他们吗？好奇了，堵住了。我们得四处找找。肯定有另一条前往雾鹰号的路。堵住了，堵住了，可还行。哦，这里。这里有一条通道。需要帮忙。快来。准备近身战斗。又是那股气味，你也闻过？我们得逃出去。毒气，先是臭味，现在又有烟雾。根本就是个烤箱，看来这是机尾末端了。希望驾驶舱的无线电就在前面。哎，好运，记得吗？这个，你完了，枪带不过去，算了。哎，找到另一个幸存者，当我没说。等等，应该有办法可以把那个带过来的呀，是吧？哎，有安帕，安帕和太棒了，有安帕，我要把我的三管带过来。找到好东西，
Nice。单用一吗？还有绝杀，等等，有绝杀哎。哎，按错了，按错了。哎，绝杀给我，操！过分，我绝杀被他抢了。算了，不要紧，走。穿过这扇门，应该就是驾驶舱了。开门吧。该死！看来无线电不在这里。驾驶舱根本不在这里，老头。如果我们发现那台珍贵的无线电成了碎片怎么办？无论谁组织了这次行动，那个人应该清楚发生了什么事。也许要等一段时间，但一定会有人来的。如果他们也死于失事呢？你的生存技巧如何？烂透了，还记得我只是个送货司机吗？哇靠，哨兵。完了，糟糕的死法，对机器人来说也是。他们是在觅食吗？不管他们打什么主意，我们必须得找到完蛋，无法压抑战士的本能，对吧？这么厚的吗？这个血。太痛了！做得好，我们去找那个无线电吧。有刺刀，这玩意彻底毁了。如果当成避难所，让我们在这地狱般的岛上展开新生活，倒也不错。展开新生活，你是认真的吗？敢相信无线电还能用？听起来寻达机好像故障了，我看看。哎，你还在吗？啊，你们活下来了！我是塔克，我是来接你们的。你们在哪？没问题。我觉得接收到我们信号的不只有塔克。出生兽来袭！看来我们得自己争取回家机会了。他们来了。别让他们包抄了！多出生兽！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按 T 干嘛？注意，更多出生兽！这里有其他武器，哇，有火箭筒！太好了，运气好的话，只有他们会听到。屏障。OK， 我知道了。左 shift 加 T， 使用他们的大招。
哦、right. 驾驶员到底在哪？又发现哨兵，还有实弹兵，散开，挡住他们！他们在包围我们，别被包抄了！又一个挂了！需要帮忙，这边。朝你那去了，前进，弹药部署完毕，消灭了，我的战死一兵来袭，快点躲进残骸找掩护。正在前进，开启护盾，受死吧！安抚，护盾耗尽了，报仇，攻击。接好了吗？再不接了吗？这是解决了。向我向你攻击中，我受伤。哎呀！胖马过来。这边又来了更多，没时间了，我们快守不住了。坚守位置，撑到他过来。说比做简单了。出手！我们无法掌控这局面。是的。来了，找掩护。又一个挂了。射得好，完蛋了，很高兴我们可以远离这场噩梦。没错，跟我想的一样，分析结果在这儿。没错，抱歉我们来迟了，我们撑过了可怕的坠机事件，跟一群怪物没完没了的激战了一场，好不容易才逃出来。但你今天过得怎样？很好，我看也该是时候了。见鬼了。干嘛？
放尊重点，那可是霍夫曼上校。我们的荣幸，真的很荣幸，长官。我有同感，士兵，所以我需要你们，精英中的精英。这位是汉纳科尔，他是我这次秘密行动的头号人物，他很了解科学之类的，而且总之，和他共事是件很愉快的事。我的高阶学位是生物化学、毒物学、化学，还有科学之类的。谢了老霍，无论如何，很高兴见到你们。这是哪种作战行动？汉娜，好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帕哈努岛上卡格碉堡的设计图，代号圣索。它从没发挥真正的作用，在兽族战争末期，也只是拿来充当埋葬地。而现在，哼，成了一个塞满蜂蛹族的蜂巢。我要你们潜进去，在巢穴的中心地带放置化学炸弹，把他们从里到外杀个精光。这是个高风险任务，但如果成功了，我们就能一举消灭那群魂球，并利用这次任务的经验拯救该死的整颗星球。听好，我对卡克做出了承诺，在本土人民的见证下也对你们做出了承诺，只要达成目标，我就会兑现承诺，有问题吗？无论是什么任务，长官，都没问题。什么？我可从没想过要退休啊。很好，那你们还在等什么？好了，各位，你们会从基地的正门切入，所有的侦察行动指出正门还是由热反应炉供电，进入后要前往最底层，地下有20层，但幸好有电梯可以让你们轻松点。你执行了哪种侦察行动？我们派出了几对敌比，但是失去了联系。事实上，我们需要一个有存取权的人。基根，交给你了。我来处理。哇！由特战军官杰瑞米亚·基根下士所启动的委任程序。欢迎各位来到圣所。等等，下士，我的军衔比你高。没错，说来话长。好了，各位，既然我们进入了圣所，我正式宣布行动开始。控制中心已为你们指定代号为天蝎小队。收到，汉娜。天蝎小队开始行动。所有的抵达者必须向我们的圣所保全人员报到，请大家遵守秩序前往等候区。保全人员，这是确保只有适当人选进入。适当人选是什么意思？圣所是用来保护最重要的抗公民的，学者、政客、名流之类。哇哦，蓝宁，电磁刀锋。第六章找到升级项目。好的吧，我不能给蓝宁升级吗？只能给基根啊。那你是属于哪一类呀、啊、老头？都不是，只是一个帮重要人物打杂的傻蛋。欺骗，哎，破片，破片雷。气表，好的吧，好多武器呢。破片雷，破片雷。那其他一般公民呢？把他们留给兽族当点心吗？这只是单纯的算术游戏，没有足够资源来拯救所有人。当然了，除了有钱有名还有关系的人。等等，使那姿势，说错，不偷，找到好东西。这是储物室，
最后一个安全检查点应该在另一边。所有的圣所公民在进入设施之前都必须通过我们安排的储物程序，请走进一个房间开始。正在启动储物程序。你会怀疑卡克输掉战争时有多糟，糟到愿意接受任何幸存的可怜虫？还是得遵循程序，巨大的程序。储物完成，前往简报室接受进一步指令。我喜欢这个避难所，精心打造，很有系统，井然有序，让人信心满满。这是新来的人接受储物的地方，当然得先取得适当的权限。我应该能让系统恢复连线。这是 Xbox， 好了 ，Xbox 可以接键鼠的，这样应该就行了。正在启动圣所核心系统，请稍后。那么发生了什么事？为热力发电机供电的火山太不稳定，整个地方判定不适合居住，所以战争结束后，他们就把它变成兽族埋葬地了。完成。警告：侦测到生物威胁。搞什么？有东西想要通过。就防御位置。这被拒者。汉娜，看来我们找到你的机器人了。他们被蜂蛹族控制住了。该死。难怪我们把比比从通风系统送进去之后就毫无消息了。安全了，被蜂蛹族感染的比比老是在帮卡克擦屁。这就是你的系统，这边有具装置。哦，没错，那就是我们派去保护其他比比的 DR1。我来带头。护盾正在充能。警告，只有已授权人员才能存取。转角处应该有另一台终端机，又该你了，基根。没问题。这里有暗炮、电击雷，好多物资呢。已授权完毕，请继续。谁会想到这么多年后，我的许可证还会派上用场？注意，还有被拒者。Cock 公民，我们上。欢迎来到你的新家。尽管我们的生活充满不确定性，但圣所将为你和你的家人提供安全保障。反击兽族部队一事就交给我们勇敢的士兵，你们可以放心。为了确保我们之中最优秀、最聪明的人能幸存下来，目前这只是暂时的措施。技术人员需要时间确保圣所能够长期居住。你可以在左侧找到满足需求且十分舒适的临时寝室。关于细节上的安排，请询问你的入住办事人。谢谢。哎呀，我绕不到后面去。这也太那个了，我绕不到后面。看来宰光他们了。你到底派了多少敌比来侦查？就几个，实际上很多。抱歉，我知道敌比让你们更难办事，
但这也证明了我们需要有经验的人类士兵来对付风涌族。威胁首次出现后，霍夫曼一直这么说。很高兴听到上校和我所见略同。我个人觉得，首席部长吉恩总是操之过急，想用机器人来解决他的问题。问我的想法，找一个远离卡普文明的地方，你会很惊讶。这个面板必须连接到那扇门上。让我瞧瞧，笑呵呵。如果世界末日到了，哼，保险丝装错方向了。啊哈，搞定了。想象一下在这下面度过余生的感觉。素兰，我宁愿死在阳光下，也不想住在地下。找个宽阔的地方，带上一位好友，还一瓶威士忌，这就是我想要走的路。威士忌就是朋友。这我过去另外一边，把门打开。哦，我三光没了。又是卡克的超棒主意，对吧？把最后幸存的人类扔进该死的火山里。总之，电梯在主中心处遥远的另一边。汉娜，我们发现有感染从下方渗入了中心。该死，蜂巢的增长速度比我们预想的快。看来感染已经对电梯造成影响了。这么小颗的毒气弹能达成任务吗？是的，对，当然，只要你把炸弹送到蜂巢的中心位置，应该就行了。应该就行了。好了，我们赶快下去吧。应该就行了。哦，太好了，有人加入游戏了。唉，只剩下18层了。安娜，怎么走比较好？超出讯号范围，真棒！走吧，通过这里。我们需要继续前进，快！发现哨兵，看来是一只小型犬。丢出破片手榴弹，我们上，解决敌人了，进空了，该走了。哎，马克萨，就能用马克萨，那就马克萨。太好了。骑兵答应。人呢？看到下面有敌人来了。找到热力控制室，那附近应该有另一个存取控制的。
控制台看起来离线了，我来试试看。没用。你有把它关掉再打开吗？我们认真处理好吗？我来瞧瞧。所以我在想，为什么不把炸弹丢进井里去呢？看起来是一路到底啊。绝对不行，你听到汉娜说的，我们要把炸药部署在蜂巢中心，任务就是这样。准许进入，正在开启维护区。不是要去热力控制室吗？哼，这还蛮怪的。他们来了。当心，大混兽！最后一个了，你现在能打开正确的门吗？如果线绑对的话，我还真绑对了，两道门应该都开了。准许进入，正在开启热力控制室。看呢，只是需要点时间想一下。走吧，准备再补给。狙击兵，你在开玩笑吧？老天，这里有够热！我们正在火山里，就跟在喷射引擎的火焰中差不多了。拜托，一定有方法可以通过。我们其中一个去包抄他们，其他人开火掩护。28C 区的通风设备已经关闭，侦测到潜在的高温灾害，正在为28C 区通风。那是什么意思？哇！枪手，圣所你做事不分轻重缓急的。掷弹兵，战斗还没结束。开始。都跟我们有仇，别再暴露。警告，通风站温度已经超过安全操作程序，正在冷却区域。通风站温度处于安全操作程序内，请继续。该死，是堡垒骑兵，他在保护贼夜兵。躲过风涌族，还会被温度控管弄死。认命吧，小子。
要失控了，动作快。对你来说或许是吧，搞不懂他们干嘛派一个外来者来这。你看这个鬼地方再来争论吗？蜂拥族群，无比就是。猛扑兽，拜托饶了我们吧！安全了。正在启动最终的温度稳定程序。降温度已经暂时稳定，请所有人员立即撤离现场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听他的。我拿走，看到了。骑兵弹药，然后这个是升级套件。三个人来这里，我们该死的需要一支大军。我受够你的碎碎念了，往那边走有一道门，我们从那里穿出去。哎，等等，这里有东西。正在稳定温度，弹药部署完毕。在补给已耗尽。哦哦哦哦！大元兽，他的能量源在正上方，给他充个电。少说话，快射击！还真会挑时机。这里有雷。只会更糟，我们心里都清楚，我们到底为了什么要死在这里。你怕死？你接任务前就应该想到这一点。相信我，我早就准备好了，但我希望死得有意义。哼哼哼。如果你有什么遗愿要说，我不是想自找死路了，你只是希望尘埃落定后，自己该死的有些作为。哦，这里是圣所地图。哇，20层，太难了！拿到护盾了。
哎，基根，存取熔线。我们到了，干活吧。如果有必要的话，我们会一步步杀出重围。我们都想有所作为，才会接下任务。而且我们该服从命令。外来者，现在把握机会。林营长家伙，我只想让我们的牺牲有意义。看看四周，我们得面对现实，面对真实的情况，而这完全没有意义。所以兰尼，我们快到了吧？还差得远呢。都来到这里了，我们会找到方法下去的。该死的抗，就是无法承认失败，对吧？小子，我已经受够你了。哼，让目标下地狱去。哼。你在搞什么鬼？我在把握机会呀，老兄。快走！警告，侦测到致命毒素，所有人员立即从事所。别停下来，毒气会解决他们的。我们也会被毒死的，赶快走。怎么了？抓紧开火！走，快走！有人听到吗？喂！哎，安娜，我们正忙着逃离这些该死的有毒气体。你们引爆炸药了？怎么下去速度这么快？我们没下去。什么？我知道了，收下了吗？毒气，它正在发挥效果，包括对我们。好吧，尽速前往地表撤离。我会去和霍夫曼谈的。收到。请进入实验室，继续处理程序。我们也没得选择，圣索。没什么用，你们两个能闭嘴吗？卡克，你收到了吗？我们有麻烦了。应该说我们正踏着巨大门板在熔岩中冲浪呢。然后什么？尽快赶过来，我们正从主要入口往南移动。好，马上来。目标倒下。
我靠！准备迎接冲击，闪文了！出神兽，毒气并没有发挥多大用处，不是吗？因为你不让我们把它部署好。这个麦肯，敌人越过我们上方，往右侧包抄了。这些混账风涌族没别的事好做吗？整个岛都烧起来了，你们这些白痴！这个麦克很有趣。那棵树会把我们困住的。Oh no！ 好吧，别让他们搭便车。电磁刀锋近战敌人。补给就绪。熔岩很快就能搞定那棵树，应该不会太久。又有风涌族来了，到处都是。不够快，那就射他。通过了。风涌族群，要不是风涌族群，不然还能怎样？你这蠢货！巢穴，我到底要讲几遍，老头？整件事从一开始就烂透了。够了！如果我们想要活下来，就必须互相合作。我们到底要去哪？有坠落物。哦。那些风涌族群呢？风涌族群在最高处那边，我变热熔岩流到他身上。或许该用熔岩来干掉风涌族，而不是靠毒气。族群了，该死，我们被困在墙上了。我们必须靠自己挣脱，帮我一把。让我帮你一下吧，更准确的说，让手榴弹帮你。引爆！很好，搞定了。麦肯又再次帮了大忙。哦，不用为我鼓掌。多亏你，我们还在该死的门板上沿着熔岩顺流而下。
跟朕在该死的门板上沿着熔岩顺流而下，而且活着，多亏了我。闭嘴！紫夜兵来了。小心那些猎人！该死，又是一棵树！准备迎接冲击！远处有哨兵，维持原计划，挡住这群混蛋。又一个过来，看个弹药。正在充能，充足弹药就绪。该死的树能撑多久？好的，新计划，射穿树根。没问题。再来一点。我有麻烦了，准备好挡住他们。小心，树倒下来了。快快快！我们逃出来了。No way！ 带人，够了！前面有带人兽。哎，波托。
件好事，不然我们就全死在地底了。那才不是什么任务，是你个人的决定。好，我想大家都同意这次的任务失败了吧？如果找到新数据就不算，有发现吗？兽兵出生兽，烤熟就好。大指点的蜂蛹族，我们无法痛击他们。你有更强大的玩意儿吗？能让整座岛屿沉没的那种玩意儿。不然来几罐能让那群魂球惨死在沙滩上的超可怕硫酸如何？天哪，你可能讲到重点了。我开玩笑的。不，就算能成功，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们不知道什么发动了袭击，也不知道怎么找。未来一，我祖母以前常跟我说族人的故事，年轻的男人跟女人漂洋过海，为了见神一面，那是他们的成年礼。如果有任何人知道海滩上那玩意儿的情报，肯定是我祖母的族人。好，那去吧，去进行接触，看能发现什么。汉达，准备进行外勤调查，我需要你在现场提出正确的问题。交给我，天蝎小队出发。